我这两天呢入了这一款扭蛋系列啊，蟹战车。那我当时看到造型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一口气的话呢就把整套都给买下来啊。后来呢我才留意到说，其实它四款的造型完全都是一样，只是在配色上有一些不同。那这一款的话，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没有另外再上颜色，它直接是塑胶的原色。那其中有两只颜色比较黑的，像这一只啊，它是有一带一点点红色的成分。它的话呢身上这些油污啊都是另外在旧化涂上去的，从盒子里啊，从扭蛋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容易弄脏手。那这一款啊就给各位看一下，还有这个后面这个，这个的话呢颜色比较暗一点，反正比较暗的这两个家伙呢身上的漆面啊是会粘到手上的。然后最后还有一只这个，这一只的颜色对吧，这个感觉比较均匀一点。这啊右侧这两个啊是不会粘手的。那我自己的话呢手比较贱啊，我想它既然会掉漆的话呢，我们就喷一点消光的漆好了。那就稍微的，今天天气很好啊，我们就做一个消光。那消光漆喷的时候呢是同一个方向喷过去啊，不要来回喷啊，不要来回喷。当然这个因为是扭蛋啊，所以随便喷一个意思一下，主要是要保护这两个的漆面啊不要再掉了啊。那我们就来喷吧。啊 ,OK 吧，那就过个一两个小时吧，先去忙点其他事情。那我们现在呢经过了几个小时已经处理过消光，那我感觉吧好像肉眼看不太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但至少呢这两个黑色的家伙呢在漆面的保护上呢已经有好上很多了啊。那么这里的话呢要先提一件事情，它的一个蟹螯的部分啊，这个话呢这两个家伙的蟹的前肢啊，各位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两个是装不一样，是装反的啊。具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家伙的这个开口处是在朝上，但是呢另外一只的话呢它是在朝下的一个位置，这里。那朝下在这里。那具体来讲的话呢为什么会有这两者的差别，是因为我看这个图纸上面它这个开口处啊都是在朝上，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尖啊都是在朝上，可是我们翻到后面的组装的时候呢好像是反过来的。那这个就又要有赖各位这个生态学的专家们啊，对螃蟹呢熟悉的人啊，你给我留言吧。但是主要是怎么说呢啊，像这两个我也是装反的，从外观来看呢几乎不是那么容易去看出来啊哪里不太对劲啊。当然它的这个手的话呢，如果你是这个尖开口是朝下的话呢，它这个前肢是这样凹下来再过去的，那反过来就是下来再上去。那至于哪一个好看，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那以这四款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款，它有点锈红色的感觉。本体的话呢没有像这一款，这一款就真的比较像是活的螃蟹，就是真实的螃蟹的那种青色的这种壳是青色吗还是叫枣绿色啊。当然这款也好看，而且它的眼睛是里头发亮，其实也没有发亮，就是闪，就是亮晶明亮度是最高的，萌系少女的感觉。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是有一个锈红的感觉，尤其是在它的后面的这个应该是弹药的储存的这个桶子嘛，还有后面这个像是军武一样的这些装置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锈化的处理还是可以。但是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这个后面这两个啊插下去的时候呢非常的不好弄。那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每一个脚趾头啊都是球形关节，包括后面这个都是球关，所以是可以稍微的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个炮的话是卡死的，是不能动的。那呢近距离展示一下啊它的一些小细节，它上面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可以打开的盖子吗还是什么，但其实是不能打开的。那刚刚也给各位看过了啊，它因为每根脚都是球关，所以还有一个基本的可动。那这款也很酷啊，应该说每一款都挺好看，这个很脏污的一个感觉。那身上这些烟熏吧还是什么，这个初拿到的时候真的手上随便一摸啊都是会掉色的啊。然后看一下这个肚皮，
啊，肚皮的颜色的话呢，跟上面的甲壳啊是有一个颜色上的不同的，做的真的是挺生动的啊。然后这个有点赤红色的感觉，这款看起来，这一款好像看起来是脾气最差的一款啊，像是饱经的战斗啊，然后一整个就是凶悍的一个形象啊。啊，四个家伙呢配色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相同的模具啊，但是由于配色的不同，展现出好像不太一样的性格。那如果你还愿意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做个相反的一个装置的话呢，哎，感觉好像有不同的一个风格了啊。那这个卸战车的话呢，算是在网络上呢就不小心看到的啊。那朋友也有给我，刚好也有给我推荐啊，就顺势的第一时间留下单了，做个简单的小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